又是酒驾酿祸，台中市一名休旅车驾驶酒后开车返家，失控擦撞停在路边的货车，就连一旁的瓦斯管也被撞断，造成大量瓦斯外泄，但肇事驾驶还肇事逃逸。附近居民在睡梦当中被巨大的撞击声响吵醒，还闻到了浓浓的瓦斯味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，在消防人员跟瓦斯公司人员及时处理，才没有酿成气爆。休旅车开进巷弄，疑似角度没抓好，猛力撞上路旁货车，突然阵阵白色烟雾喷出，当地的瓦斯管线惨遭撞断。像炸弹咧，嘣咧，嘣咧，咧，我都听咧，这大声一声，嘣，就像个什么物件爆炸，大家讲当作是风开来。天然气瓦斯外泄的吸簌声，一度让居民误以为是下雨声，没想到出门查看，被眼前画面吓了一跳。货车被推撞移位，车尾还卡着肇事车辆的保险杆，一旁瓦斯管整个撞断。啊！咱困伫遮，向我惊到啊！伊这个唔知，就叫起了二三栋，你安那唔捌安尼啊？瓦斯不断外泄，空气中弥漫浓浓瓦斯味。更离谱的是，肇事驾驶居然还绕跑，多亏居民赶紧报警，并连夜撤离。瓦斯公司协助关闭瓦斯，消防人员使用大量水柱喷洒，才没有衍生气爆。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，闯祸的驾驶就住在附近，闯下大祸后还想装没事逃回家中。当性驾驶坦承酒后驾车。警方立即将汤姓驾驶代办所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。所幸这回附近居民及时发现，才没让灾害扩大。如今肇事汤姓驾驶除了得面临酒驾和肇逃刑责，还得负担瓦斯管线和修车等庞大费用，真的是悔不当初。记者洪杰明、王胜炫台中报道。